民调是这样的，有高高低低嘛，大概加起来平均大概就差不多了。那最新两份民调，你跟丁守中一个差1%，一个差11%，你怎么看这两份民调？因为朱学恒说你可能会落选。我觉得民调是这样的，有高高低低嘛，大概加起来平均大概就差不多了。